叶家的古香段究竟出了什么问题？还有待查明。那就是没有证据了。为了替叶家出头，不惜自曝身份。好戏还在后头呢。我身上穿的古香段没有问题，可见有问题的古香段是最近才出现的。是西域的陀螺。陀螺是西域的一种植物，含有剧毒，几滴就可以致死。若查着陀螺花的来源，需得报官。 叶家这块肥肉，那么吃掉吧。有劳。定解里二位。陀螺，你把刚买出去的那批去向告诉我。你查我买家的消息，居然敢买，还怕被查吗？不愧是江家的女儿啊！ 既然连赖标的嘴都能撬开，那就让他们高兴而去，失望而归。他这是想让叶家倾家荡产，不能让他就这样得逞。玉树长飘云外曲，霓裳斜舞月中歌。 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就是忽然想到一个办法。我根本不是江离。我知道，你是一只小狸猫。谢谢你，没有死。 我能从他们嘴里盗的只有这些了。薛芳菲和薛昭的死，恐怕不仅仅是因为得罪了婉宁。看来我有必要去怀乡一趟了。明明是那罪臣之女，竟敢冒充朝廷命官之女，来人，将其抓下。 我就是你捏在手上的一颗棋子，你不想活了吗？你不入我的局，我根本活不久。这步棋你该如何应对啊？早有后手。背后毕竟是有人撑腰，万万不可打草惊蛇。我一定会让那帮人恶有恶报。冯玉堂把我们的人都盯死了，那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吗？你太放肆了，我把我的命给。